将要示范松树跟麻雀，叫松雀图。首先，我们先把这个松树画出来。松树它的比较，它的感觉，让它的感觉是比较苍劲啊，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松树的苍劲的那个枝干画出来。先把松树的枝干画出来，硬笔一定要苍劲有力，可以留一些像比如像这种灰白的感觉。再来，我们来加松针。有些松针可以把枝干遮掉，这样也比较自然一点。
那这个枝上我们就是要停着拿去啊。再画它的脚，接着我们提示，好，织一幅这样松懈图就完成了。